身材差距是非常大，另外还包括了状况不错的郭少杰，田浩的底线被陈耀伟盖过，一定要想办法在第一节有一个抗衡的机会啊！这个球又被耀伟要回来，这两记外线呢，其实偏差都还蛮多的。田浩直接挑战，没有犯规，陈耀伟又赏他一锅。三分，马蒂诺，三分线外没有，耀伟，铁米，假动作，再给外线的耀伟，三分命中，团队的第二个三分。再抢球，赶快给耀伟，看看有没有一个 early offense 的机会。假动作之后，王绿翔在四十五度角飞。每一队都是这样子打他们了。右位空中 floating 来个 bank shot 打板机，可以看到工程师在一对一的防守。哦，陈右位顶开之后出手有，要控制他的情绪哦。对，裁判如果没有想到你，还是更专注会比较好。哇，博智这个球传到哪里去了？还好，最后是来到王绿翔的手上。Martino。罚球线这边再加辛巴又被断掉，连续两次钢铁的防守都奏效。陈佑伟快攻拉杆有，终于有快攻了。辛巴或阿提诺真的很辛苦。好，这个空前佑伟走的时候恰到好处，这个球 airball。铁米再给陈佑伟四十度角的空档，陈佑伟把握住，单节七分。